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。大家好，我是干笔电。今天我和鸵鸟先生来到这个游戏叫做 Speed Draw 快速画画，或是他说速度抽奖。这个游戏呢有一个限定的时间，我们要比赛画画。比方说现在抽到主题是青蛙，所以我们就要在时间内画好青蛙，然后最后给其他玩家们投票，看谁最后得到的分数最高。到底我跟鸵鸟先生谁画出的画会比较好呢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哎，时间要到了，我看我刚刚随便画的青蛙会排第几名。这是谁画的？这什么东西？一颗星啊！这在画什么鬼 ？OK， 我等一下不会告诉你我是哪一个，但是、哦、对对对，不要讲不要讲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哇哦！那至少颜色有对，两颗星，这是大眼仔哦。哦，这个好像这还不错，四颗星。这个我给一颗星，因为这不是我画的。公正公正，好好好 ，OK， 从这个开始公正起来。这是你画的，还公正？这个颜色没涂好，三颗星了。至少颜色有青蛙。这个这画蛮可爱的。对啊，为什么他们都记得青蛙长什么样子，我都忘记青蛙长什么样子 ？OK， 我应该给三颗，但我不小心按到两颗。哦哦，这个青蛙王子脚的形状有做到，虽然他有画出那个油出来，有点恶心。对。我看我没有上排行榜，我没有上排行榜。你是我是第二个那个，我最后一名，我最后一名，我七颗星而已。我告诉你，我在这游戏每次都被排到很后面，非常不公正。我等下就公正牌。好，我们今天也会计算谁获得星星比较多，星星比较多就可以获得1000 Robux。第一个主题是万圣节，这个必定高分。你在画什么？有杆笔电 T 恤。不透露策略是吗 ？OK OK， 台湾毕卡索，毕卡索会得高分。OK， 我画好了。OK OK， 我画好了。Oh my god，Let's go！ 最后一秒钟画完。我是绝对不会输的。哇，第一张太抽象了，鬼，不好意思了，一个南瓜，一颗南瓜，没有眼睛，就只是一颗南瓜而已。OK， 这个我给他三分。一个这个鬼魂啊，看起来有点像 Doors 里面的怪物。两，我觉得不太起耶。哇，台湾毕卡索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一颗茄子哦。哇，看起来其实蛮可爱的。这个感觉有万圣节气氛，我给他四颗好了。给他三颗。那这个，这个三颗好了。这上面 P 感觉是没有画完，我给他两颗好了。这个什么 Hollow， 他还拼错了一颗好了。感觉是你画的。胜利者是 What？ 为什么第一名是那个鬼东西？ What？ 鬼茄子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第一名是茄子？我就说这东西没道理。如果我第四名 ，OK， 所以我八颗，那我得最后一名，你六颗。地数已死，各位，新的一回合主题叫做牛，我要套用他们的思维。也许他们都是毕卡索的粉丝。没错。好了，完美，这怎么输 ？OK， 完成。我这可能会输。我只能说，这个我在输。这太扯了，也许越丑越会赢，所以我这个故意画丑一点。我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我要第一名的，这个我要第一名。我快受不了，这我不给一星，我受不了。这其实还不错，我给他三颗，我也给三颗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有四个耳朵，感觉是怪怪的。哦，这个其实还不错，蛮可爱的。我可以给四颗好，这我想给他，我给他五颗好，这蛮可爱的。哇，这什么抽象？我告诉你，这是你、啊、这个要第一名，给我给他一分。这个中有对啊，形状有对，起码也像牛这样子，给他四颗好了。牛呀，就是你画的，那都可以啊，这不是我画的、啊，那这该不是你画的吧？这是我，这是有独角兽哦，他们上面写 P 的，搞不好就是他的签名哎，搞不好他们就是互相这样子。哦，对 ，P 所以有 P 的他就给四颗这样子。哦，这肯定是你的作品对不对？还有你的风格，鸵鸟风，三颗三颗。胜利者是。哦，还不错啦。第一名那个我觉得合理，但第二名那什么鬼？我最后一名，你倒数第二名， Bro， 冠军被内定了。我们换伺服器啦，饼干。所以这回合我们画出饼干，还有一分三十秒。饼干我蛮会的，也好难画出一个圆哦。好了，我画好了。你知道我其实要去美术系的吗？最后六秒，你怎么可以画这么快啦 ？OK， 我画好了，我觉得画得很仓促。哇、wow！
牛奶配饼干，给他三分好了，还不错。你画的吧？那这个呢？这明显比我差两分呐、啊，这应该四分吧？我觉得，我给他四分好了。这个是你画的吧？这个是什么鬼 ？I love you， 离题了，一分，一分，一分。我觉得离题了，卡片不像是这什么辣椒饼干，我真的 wild 掉了。什么邪门的饼干？这配色也太诡异了吧？恶魔饼干，受不了。哇，这个还有阴影哎、欸，但是有点。让我觉得怪怪的，哪有人巧克力豆上面还有阴影？两分，橘子，橘子配水一分，一分受不了。胜利者，我 ，What？ 邪恶饼干排第二名，然后我们两个最后一名，我们两个最后一名，为什么我们每次都最后一名 ？Oh my god！ 我们是比几回合？十回合，目前第三回合，接下来是鳄鱼，我不懂他们。得高分的密码到底是什么？你们是刚刚已经掌握，还是掌握错了？可能我还数据不够多，好吗？所以阴影、辣椒、贺卡 ，OK， 我知道该怎么画了。也许美不是重点，完美，这怎么输？我不信，我这个还没办法得第一，没第一，天理难容。OK， 你这个自信不错，所有的元素都存在，绝对第一名 ，Let's go！ 哇，这个其实还蛮可爱的。对啊，这还真是你画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这个三分好。这什么鬼、啊 wow ？I love you， 你有 I love， you, 这是机器有。Alien， 还有一个鳄鱼，高分大臣，五分，五、no. 分。Oh my god， 这不是辣椒人？我快受不了，我快受不了。这我给他任何一颗星，我都会中风。哇、wow, ，这是什么？这。不要乱讲，我刚没狂飙，这个什么东西？我只要按右下角检举。哎、欸，是我哎、欸，我第二名哎、欸，你看 I love you 第二名 ，I love you 第二名，我高分密码有用。哎、欸，好像没有一个人画了是真的鳄鱼，除了我们两个之外，除了我们两个之外，其他人都画，这居然都第三，换伺服器吗？换伺服器，换伺服器。目前你的分数居然是领先的，这个实在是无法接受。接下来很重要，我看看这个第一名是怎么样高分。OK， 亮着画风，在这个伺服器可以得到高分。怪物，哇画每个人都会有共鸣的怪物。嗯，完美。Oh、my God， 我真的画不出来我脑袋想的东西。OK， 这个如果没有第一名，我瞬间中风。这个应该三分，我给他三分好了。这是豆子吧、這個？哦，这是豆子，没有 sick 哎、欸。哦，我给他五分好，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可爱的。哦，这应该是那个，我忘记他名字叫什么，但也是一个游戏里面的。我给他两分好哎、欸。然后这个看起来真的蛮恐怖，但是你也太丑了。我给他两分好哎、欸。这是什么 slender 哈？哎，我看出来他的想法了，但是呈现的不是很好。哇哦，这确实有点恐怖、欸，配色有点让人不舒服。对，我给他三分，其实有感觉到恐怖。这不要告诉你自己画的，这画的好烂，画的好烂，我觉得一分哎、欸。OK， 胜利者会谁？会我吧，我吧。Yes， 我都已经第三名了 ，Let's go！ 我的 sick 太扯了吧？我怎么没有第三？我怎么没有得分？你第六名十一分，哎、欸，但这是不是比较正常了？我觉得第一名确实有恐怖感觉、啊，然后 Slender，、oh. 我觉得我的比较好了，但是艺术主观，我也觉得你的蛮可爱的。这一次的主题是复活节，哇！我还蛮不知道复活节有什么东西。OK， 我不知道我这个可以得到几分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恐怖游戏吧？哇，我会吓死。又帮你。哇，其实还蛮可爱的啊，兔子跟蛋嘛。我给他四分好了。太简单了。这是兔子在吃大便吗？这是兔子在吃屎哦。一分啦、这什么鬼啦？觉得一分呢、欸？那这是什么？哦，在找蛋。那其实有一个故事概念，觉得还不错，有故事。三分好了，有故事吼。哦，这太恶心了。我觉得有画出复活蛋，但是确实很多点蛮恶心的。因为我受不了那么多点。两分好了，点有点毁掉一切，我觉得。对，樱花树、哦、漂亮，但是这个我不知道复活节是有这种感觉，我给他两分好了。胜利者会是。哎、欸，我画的，我被你骗了。我想说，这不是你画的，我给你高，给你高分一点，有故事感呢、欸。这我赢应该实至名归吧？为什么我最后一名？看不知道你是哪一个？我说那个简单的兔子。哦 ，OK， 我兔子好像给三分还是两分的样子。哦，夜晚，我这个夜猫族，我们现在在拍这部片的时间是清晨三点。我想我知道夜晚会是什么样子。哇！我这根本就是无敌了吧？
我这个太有意境。OK， 我画好，但是我这个怎么输？我这个一个情感都在里面。这个哦，这个想表达星空，但有点，我觉得两分，因为太乱了在上面。我也觉得夜晚真的蛮暗的，嗯、给他赞两颗。What？ 这不是夜晚，就是太空了吧？我不知道地下那个什么东西，我给他一分哈。哇、wow, ，这个这上面有只猫，是蛮可爱的。这三分。哎、欸，我没按到，太大西，但是其实还蛮不错的，我给他三分。胜利者是啊，还、欸、是我， What? 我第二名，我又倒数第二名了。哎、欸，其实还蛮大家都蛮接近的。那七回合，我只剩三回合可以逆转滑鼠。身为有感滑鼠的好朋友，我知道我该怎么画，我还没有第一名过，好难过。嗯最后十六秒，我还没画好啊！哇，我这个画龙点睛根本无敌了吧 ！Oh man， 哦、oh, ，我只有拍完这部片要哭了，怎么画的都这么难看？哇哦，好，最后给他四分了，其实还不错，虽然有点嫉妒。这画的两分。Oh no， 是老鼠吧？他搞错老鼠了，你搞错老鼠了啦，你也搞错老鼠了啦！胜利者为谁？我居然输给这鬼东西，我画的那么好，难得尝试到输的滋味，不是感觉特别的习惯。人都有所长，不行，我不放弃，我在这回合逆转。也许我该放松点，反而会玩的比较好。杨诺在意输赢，头长什么样？我也有点忘记了，他头长什么样子啊？只好自己想象了。OK， 拜托，再次 ，Oh my god， 我这个旷世巨作 ，Come on。是草莓吗？但是还蛮可爱的。这是什么啦？三分，看在他。那是你画的吧？三分，你画的。谁？一分？自画像、哦？什么？自画像吗？一分啦，一分。胜利者是有感比天。有感比天。Oh my god！ 当好朋友。Oh my god！ 但是我不是我第三名了，而且跟第二名同分。他瓢虫的衣服吗？还是拟人的瓢虫？瓢虫因为叫 Ladybug， 所以他可能就想说 Lady、oh. 结合了瓢虫感觉。哦，瓢虫娘的感觉。哇，这最后一回合了，第十回合。草莓。Oh my god！ 我没想到我可以画的这么糟糕。中间可能手感没有来，所以画的不是很好。但是现在我有手感了。我也知道了。这应该我应该没办法拿到分数，那这是我逆转的时候了。OK， OK， bro， oh no， bro， 哦，画好丑哦，这个一个微笑脸是学我吗？哦，没投到票，一分受不了，这刚刚你画的吧？这我不给分，哇哦，他们都学我的高分公式，都画个微笑脸，大家都想长笑脸，你也是笑脸，这是不是你画的？这不是我画的，但是还不错哎，我觉得五分好了。这是你画的，我给你三分好了。哇，这个是摘草莓，还画了小草莓跟大草莓，这还不错啦。你画的吗？这个有画出草莓的样子，我就给三分了。胜利者是 ，Yes！ 我终于第一名了，我也居然可以第一名 ，End 的。我掌握到高分公式了，就是要微笑脸。我是摘草莓那个。你知道为什么你没有那么高分？你没有画微笑脸。我没办法违背自己的良心。对 对， 對，你牵流了，很棒。然后我们来总和看看我们的分数谁比较高，96分，94。Well， 玩的好兄弟，险胜险胜。哎，最后鸵鸟先生获得96分，我获得94分。不过我觉得很高兴的是，我们都有获得第一名过了。然后我得承认，我承认我刚刚最后面有使出一个策略，是我很多没有投分数，但是我只试过一次而已，然后我就第一名了。但是我给你分数就对，我给你，我记得我有，我忘记了，也许我没有，我不知道。请看 BC 啦。Flashback。所以恭喜你，你这一次可以获得1000 Robux 了。呼，这好像是第一次赢你耶。对，你好像第一次赢我耶。OK， 各位，那看这差不多今天这影片啦，希望你们喜欢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们的想法。那每周一、三、五看 BDN YouTube， 我是干 BDN， 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